找回诚实甲廉耻心的价值，才会当救台湾。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，才能够救台湾。咱今倒转来了，又完甲咱杨尚明老师哦来讲起啊，这段应该是讲台湾人的迄落流血甲流目屎的这个这段的这个历史啦。哦，迄阵啊，你看咱拢也无。有影无人无人疼惜，虽然抬虽然挂安尼，啊！你准讲你有淡薄仔力量，讲要起来创啥，啊，着累到到村诶，哪有力通好到外头安尼？啊，所以讲咱台湾人永远吼，拢伫个讲讲人诶，迄落肉店诶顶悬诶，迄落肉，随在人啊要安怎剁，要做肉酱，还是要剁做茶安尼？吼，对无？哎，安尼啊，咱即马搁继续搁来开始。好。嗯。伫迄个。日本甲清朝讲合约批准了，台湾伫法律上，吼、哦，就是已经是日本的领土。总理伊藤博文伫5月70，甲海军军令部华山驻舰晋升为海军大将，同时任命伊做台湾总督兼台湾陆军军务司令，啊，甲台湾接受专权委员。晚清在5月18任命李景芳做专权代表。李鸿章惊因囝李景芳去予台湾即个主民伤害，极力回避履行即个任务，但无法度。5月23，台湾宣告独立。25，成立台湾民主国。日本两代迄个军舰。只准备靠近预定发育地点淡水港的时阵，就遭到来自迄个海上陆上的炮击。这个时阵，日本方面才知影讲台湾岛内情况不妙，因此日军放弃伫淡水登陆，将登陆地点改到基隆附近，准备将迄个基隆。进入台北，甲满清政府的专权代表会合，被任命为专权代表的李景芳，伫发出之前，还是抱着迄个台湾观望的态度。由于伊藤博文的催促，才勉强伫29日暗时，偷偷啊出为上海出发，为了避开。对台湾陆上来的炮击，李景芳的船公鱼号挂着德国的国旗。6月71日，公鱼号和华山总督的坐船淮滨湾，以三条角海面上汇合。啊，在这两天进行的29日，日军已经展开登陆作战。华山总督嘛已经决定要要求满清政府专权代表的意见，到底要照顾预定的台北举行的交换手续，或者是伫个船内举行交换手续。第二回合会谈是伫同一天的早时11:20举行，由华山前往公鱼号船会谈。第二回合。讲即六差不多25分钟就结束啊。同一日下晡2点，水亚公司亲到即公鱼号讨论有关接收的事务。讨论的结果，根据日本的准备的草案，下晡4点，双方面就关台湾首都公文达成合议了后。头一个伫淮滨湾由华山签字，下晡9点伫公鱼号由李景芳签字。任务结束的李景芳，搁伫深夜透早30分啊，就回国。5月23，宣布台湾独立。25日就是初二下晡正式生效。台湾民主国由邓景祥担任总统，屈鸿佳为副总统，刘永福为大将军，林维源为参议长。
台湾光红光红镇对5月29日下晡2点开始，日军击退了数千名的防卫军，占领水丰，向敌人进行。6月13日，在日本双臂军舰炮击敌人以后，近卫师团开始攻击敌人，经过几啊点钟结束。在基隆海外指挥作战的台湾总督华山，感觉基隆港的清除工作拢完成了，才在6日登陆基隆。就是安尼，这一位新统治的脚下踏上了台湾的土地。所以讲，咱台湾不是无人才啦，有啦，吼、有要起来成立台湾民主国啊。结果咱即马你看，台湾民主国。你若街仔路，你共共友来请问，你敢知影有台湾民主？无人知。绝对哦，你问一千个啊，一千空一个讲唔知啦，无人知影嘛。嗯。啊，这只尔重要的这个历史，应该讲教科书内底都爱写，讲哦，咱台湾当时啊，日本迄落虽然大清帝国将咱台湾割予这个日本人，啊，但是咱嘛是要抗争，无日本人来，咱嘛是有成立一个台湾民主国。嗯。啊，像伊嘛爱介绍一个咱的迄个武器啊，吼，嘛爱拢爱介绍啊遐个技术。遐有心要牺牲的，也是讲继续经营的，也是讲迄落反的、反派的、正派，拢爱介绍，互咱的这个囡仔读册的时阵，伊迄落教科书内底爱有一识才对啦。啊，都无啊，在哪里啊？台湾民主国的国旗吼，嗯、是画一只虎啦。系啊，虎旗啊。吼、哦，虎旗。但是我感觉讲，迄只虎吼，甲中华民国的国旗吼，同款失败。迄只虎看是进前、嗯，但是头歪歪头，就是进未出哩。哦，吼、哦，一个旗哦，会影响一个国运。嗯，中华民国的国旗就是影响国民党失败的国运。啊，就一个车链足侪刀，车链链甲对唔刀，迄刀迄落刀啊会链啊，链甲对啊血流满地。唔是安尼，唔是意思咯。诶，国民党吼，中华民国的国旗是青天白日满地红。诶，你满地红，你就全咧战争啊嘛。吼，啊青天吼就变成啥？白日就无唔对，嗯，啊，迄个青天佫甲画十二个，诶光芒，啊，十二个光芒是十二地基呢，迄是十二个地基，所以地基会变去天顶去，无可能的代志，所以伊这个中华民国这个国旗，将地基变成天顶，佮规家都拢弄个阵，佮全拢正的火。这注定要失败，迄个破旗。吼，啊，台湾民主国国旗呢，画一只虎，看是在头前，结果要头歪后边。哦，这民主国。无进前啊，袂讲话，讲足强的安尼。无做哈，所以无啊，30天都民主国都报销去啊。对啊，歪一个头啊呢。哎，人你若讲用迄 Q 版哦，讲哦，迄足古锥的啦。好啦，歹势啦，叫伊再继续。即卖来讲第五段吼。第五段啊。1895年甲午战争了，满清国将台湾割予日本，虽是因其既得利益的台湾属性的反对，啊，毋过即个就局势已经慢慢化，乃求于英国、苏联、法国、德国，拢被拒绝。伫求助无门的时阵，专向组织台湾民主独立。曾经上伫组成建元英清的台湾民主国，伫光绪21年热天5月，5月25日，报告全台的内容提要。台湾甲战之师一户100万，阁有皇军40000人，心甘赴守属这个日本人。今嘛天无法度，人唔肯援助，台湾人民敢若有靠家己，
推用现的人来征接权。这个输兵了后，当再清明中国，再清明中国，这句话就唔对啊。嘿，你台湾，你台湾都爱找出这个鲜明的人，你过去证明，做何解释？哈，当做主人嘛。所以，伊的报告文后段，台湾土地政令非伊会当干涉，所以设立干科中枢。台湾敢若一万将，落去愿人人战死去失台湾，绝对唔愿强手去让台湾。讲到，哈哈哈！讲到要整个的，一边一撮都要收台湾就对了。剩一支嘴。哈哈，一边一撮都要收台湾。哈哈，但是吼，事实是安怎？咱来看。台湾民主国报告海外各国的国文宣，就是讲，那承认台湾独立，共同为主，所有台湾的金矿、煤矿。啊，甲会当所做诶田，会当起诶厝诶地，一概拢租互，互伊开票，啊，大家互相有利诶。对，对公法来讲，土地是属新，未当个运转诶，啊，所以伊会要这个费。每一方有按可出来，就是像各国同意公断。令伊台湾归还中国，台民也应愿意台湾所有的利益来报复，啊，绝对袂欺凌台湾人民的尽起伊的全力，啊，来到了后，无计可依，被隐忍逃生，实在无面对天下，因此对兄吸血，万众一心，协同死守。那有中国福建甲海外各国会当哀人的慨然相助，这是全台湾百万生灵所痛哭疾病的一代志。一个报告，所以伫这个通报内底就讲要予中国来甲伊帮助，这是咧。请几条单？对，迄阵仔人需要嘛咧？你要叫什么德国、什么国、什么国来安怎？人就已经明知影讲吼，你台湾人已经大清帝国已经将台湾挂予日本啊，什么人要出手要来攻打日本？什么人要爱做这件代志？哪有可能的代志嘛？所以这个报告的文字吼，就是袂输咧替。完全出袂台湾，那像那有先独立的行为咧？对啊，所以讲这头壳原来无清楚啦。我感觉台湾哦，台湾的主题啦，唔是我咧讲啦，到即马有影无啥小路用。即马到即马，你看无一个国家，包括我在内，做拢白做的安尼，做无一个做迄落敢三脚鸟咧，做无一个好光景出来。啊，这种的问题，你都爱叫你讲要什么？去求什么德国咯？什么国？什么国安尼？啊，人什么国？什么国？敢要帮？无可能的代志。那有可能帮你？帮你都违反国际法啦。对啊，伊未使帮你嘛。啊，你结果你咧怪东怪西。甲即嘛差不多。你完全政府的败，败伫对，败伫八国联军。对啊。来攻打。对啊。啊，为什么有八国联军来攻打完成？啊、你就是因为满清政府派林则徐来烧载鸦片的英国船，系啊，哦，啊你无迄个尻川要食迄个下药，哦，结果引起甲八国联合来拍满清政府，满清政府因为安尼才失败，了后才不得已将台湾挂予日本。对啊，伊是叫逐间当作讲迄落去赔罪的迄个乌兵阿爷同款安尼，甲咱安尼送出去呢。嘿，伊你看当初伊敢要问倒一个台湾人讲哦，我即马甲你挂予日本好无？无嘛。啊，伊结果安尼无哦。啊，即马什么台湾人要战争啊？你搁去求迄落？德国啦、苏联啦、法国啦。笑死人！点落分不清啊！伊本身，因这
因为求这几国拢是北国联、北国联军迄个强无诶人啊。对啊，啊，就求唔着人啊，啊，就敢那迄个国民党。车队提油单啦。对啦，对啦，啊，参有讲国民党嘛是啊，伊即马哦认为讲这台湾内就要转去求迄落中国共产党咯吼，因遐个迄落，甲因祖先甲伊热闹个，啊，即马阁要去因遐要倒转来解救伊安尼，伊都拢同款个人类，遐拢二甲五安尼五安尼五，到当时出关。历史重演啦。嘿啦。哦，伫满清吼，尾期个吼，即马就是中华民国个尾期啦。哦，啊，历史重演啦。对啦，对啦，嘿啦。现在讲第六段吼，第六段啊，台湾民主国真是一阵乌合之众啊。嗯，愿人人见死而惜台湾，绝不愿拱手让台湾。这么才有志气的，讲报告台湾民主国政府的官员，佫无前先走，导致这兵败如山倒啊，劫还苦。土匪嘛，从这个时阵拢起来，啊，斗死只五百外人，扣声满行，全国的官员拢走去啊。而一向真有威望的士绅，亲像林委员、林调动、区宏大等人嘛是日头请赢赢，虽然顾性命，拢都是走去啊。伫这个危急存亡状况的家人岛，无人镇守。啊，高显荣挺身啊，赴死地之求中毒，乃化险为夷英雄的表现。事过境迁，伫国民党政权侵占台湾了后，一阵政客奸商竟然诋毁高显荣为汉奸、大奸，这讲你何在？对啊，咱遮拢无讲你个代志，拢伫咱个台湾发生，拢伫咱个身边啦，起码拢伫咱个身边啦吼。哦，老师休困者，咱等下，咱明天再搁倒转来。找回诚实佮廉耻心的价值，才会当救台湾；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，才能够救台湾。